妈，你们吃什么？面条。面条，算了，我喝麦片。喝两包。今天早上不是吃面粉，是喝麦片。耶，你们吃饱不面了？可以。是啊。饱不面。可以。今天吃了好多，今天吃了好多钱。今天了，靠补的都收上，靠补的。在银行给打个电话行。那你联系了的吗？没得多钱。到哪上班？在这里噻，还走到旁边。哦，你小孩刚送家去吗？那差不多有几？就是送家具去嘛。也送家具。就是。两个生意哟。那边给你买点三十块。不能。好不好？跟你同事啊，被那个说了就被升级，下班一样。母鸡嘛。一个鸡嘛。我公鸡，还有去年子，一个老头老娘子，他说他食粮不值钱，然后那些周边那些人给我砸眼睛，我看出来了。还好看出来了，说是刚买的鸡，买的那种大鸡，吃了鸡来喂喂了几天，还好没上那个当。这老娘子老头儿，还为了蹲下来的，是有点哈气。那准备走了我。还有一个那个你炒脚骨的，两个，就是那个老表在我们那里剥皮呀，那天呐，他说的。就是和那个他们屋里头，他说是他表妹，你说哎，大哥，他说媳妇们。想哭就把泪咽进一腔热血的胸口，公车上我睡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有一个四季在轮回，而我一无所获地坐在街头，只有理想在支撑着那些麻木的血肉。今年你几岁？你总是诱惑着年轻的朋友，你总是谢了又开，给我惊喜，又让我沉入失望的生活里。你好，老七吗？是吧？那个那天有十几个。走嘛，走过来看，我要去看那个鸡咋么样。走吧，我们带骆走，走，我们走，走前头你们。怕是那个了。过来，你这个鸡，你这个鸡，镜头在外头，好。
不是有狗。他们手指嘛，筋粗轻。哪个老鬼子送来？目前是几十。那个老谢，那个那个和那个，两年有没得？那个和的。几个？那个陶强。几个好久没见？陶强。那那个呢？给了几个邀请的嘛？搞那个，搞回谷子。好，哥们。有菜要有菜又是老鸡又是老鸡两年多去你追我了好久了你好久了他买卖都可以都要嘛来嘞谢谢机关之夜没打。哎呀！三十分钟。哎呀，那个鸡好凶干喽！哎呦！哎，站住！哎，站着了！哎呀！站着了！站着了！哎呦！把他的脚站到那个鸡嘿！哎呦！妈妈，我问下看见了。哎，狗子的吊得。看样子那个鸡还凶干嘞！走出来吗？我老婆老婆弄了些他还站不得他要不得他俩那个小的不站大的小的不得他俩我都还不站不得他俩现在几天嘛那肯定快呀真起痛他站着就痛那真起痛那上面弄了三个字感谢了感谢了还是不加那他多少他就不得钱啊那是有问题的问题我也不去啊我们几个都不去啊不开餐我都是去我老人买家去那要求我那个老表，走嘛，走，上车，上车。走了哈。